b giorno a t u t i Dopo il grado comparativo, oggi studiamo il grado superlativo. 大家好，我们在学了比较级之后，今天我们要学习最高级。OK? I gradi degli a g g e i v i e degli a v e r b i 这是我们之前学比较级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跟大家讲过的东西，我们再来复习一下。那么 a g g e i v i e a v e r b i qualificati，那么它们都有些什么级呢？Possedivo comparativo, superlativo，分别是原级、比较级和最高级。OK，cosa、okay. è il grado superlativo？那么最高级到底是什么呢？Il grado superlativo esprime una qualità posseduta al massimo livello。OK，al、okay. massimo livello 什么意思？就是最高水准的、最高水平的。那么最高级表达的是什么？就是最好、最强、最棒。 il g a d o superlativo bo ò essere di due d e b i 那么说最高级呢有两种类型。意大利语当中，第一种最高级我们叫做 il superlativo relativo，翻译成汉语我们叫相对最高级。相对最高级是什么概念？相对最高级它有一个比较范围。比如说，在我们班里他是最帅的，在我们单位。 它是最瘦的，那么有一个比较范围，然后我们说一个个体，它是最怎么样的？这叫 superlativo relativo。下面一个呢叫 superlativo assoluto，绝对最高级。绝对最高级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它非常非常非常的棒，特别特别特别的出色，极其的了不起。OK，那么。 s u p e r l a t i v o relativo 和 s u p e r l a t i v o assoluto，它们两个的意义是不一样的。虽然都是最高级，OK。那么我们来看，il s u p e r l a t i v o relativo 相对最高级是怎么构成的呢？我们使用的是 l'articolo determinativo，大家还记着 l'articolo determinativo 什么意思呢？定冠词，对吧？我们用定冠词加上 bu。 或者 man 哦，后面再加上 ajedivo 就是再加上形容词，我们用来构成相对最高级。可以扣在 caddy ぼ的 animal 哎，这是什么动物呢？大家知道它的名字吗？Elephant 对吧？大象。那么我们来看说，elephant 哎，e 了，pilgrined animal 呢？Nilo 作作动物园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构成，首先 e 了。 这是什么呢？这是 a r t i c u l o determinativo，对吧？这是定冠词。然后呢，后面我们看到的是 bull，然后呢，ground 是形容词。OK，ground、okay? 的是形容词。所以呢，句子连起来，我们说 lele found a il bull ground a n i m a l e n e l o z o 后面的这个 n e l o z o 是范围，对吧？那么说，大象是动物园里面最。 大的动物，它有一个比较的范围，然后说它是最大的。铁卢，它又是谁呢？我们非常的熟悉，是吧？我们非常的熟悉。那么我们大家刚好学一个生单词，Il Bradibo，Bradibo br。我们同时平时我们叫它 Flash，对吧？闪电上的名字，Bradibo 是这个物种的名字。OK，Bradibo、okay, 就是树懒。那么 Il Bradibo，哎、e、，Il Chidano d i。 Bulldo nella Zoobio 比亚，Zoobio 比亚就是动物城，是吧？那么说树懒呢是 e 了，这是冠词，是吧？然后呢，e 了 Chidadino Bulldo Bulldo 是形容词，前面呢我们看到了这个 bu，but、right? 呢后面 Nella Zoobio 比亚是比较范围，所以呢 il e 了 Braddibo e e 了 Chidadino Bulldo Nella Zoobio 比亚说树懒是动物城里面。 最慢的动物。OK，那么我们再来看 superlativo assoluto，就是绝对最高级。刚才跟大家说过的，表示什么意思呢？特别特别特别棒，非常非常非常的强，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怎么构成呢？ 第一种呢，我们是通过加后缀 i s i m o 这样的形式，这个我们很多见，我们大家都明白，对吧？Il s u f i s o i s i m o o alto, altissimo, stanco, stancissimo. OK，那么我们还可以在形容词的前面加上 molto 或者 a s a i 或者 tanto，加上特别、非常、极其这一类的词来表达。比如说 alto，我们可以说 molto alto，还可以说 a s a i alto。 我们还可以说 dando alto，OK，、okay? 比如说 stanco 累，我们可以说 m o l d s t a n k o 可以说 a s i a e s t a n k o 还可以说 dando s t a n k o、okay? o k 那么我们还可以把一个词 s i l i b a d d a u v o l d Day，还可以给它重复两次，用来表达这种最高级的这个概念 piano piano，说慢慢的，或者呢说轻轻的 f o r d a y f o r d Day，很坚强，很坚强，很厉害,很厉害，OK。 b i colo, b i colo，说特别小，特别小，特别小。b i colo, b i colo，实际上跟咱们汉语特别的相似这一点，对吧？你比如说，我们汉语当中，我们说什么东西大？哎呀，大的很，大的很，是不是？我们说小小小,小小的，小小的。这个 b i colo, b i colo，就是我们说小小,小小的，小小的。OK，我们再来看，还可以通过加前缀的形式，一 p r e f i i 我们还可以加 arch, i stra, iber。 u l d a e x r a s o、so、v r 啦，OK，可以通过加这些前缀的形式来表达这个绝对最高级。比如说，Archino 都特别有名 s t r a g a r i o o k e b e r s e n s i b i l e e x t r a virgin 呢？我们讲最后一个词，extra virgin 这是什么意思？extra virgin 呢？我们什么时候能见到呢？这是橄榄油，对吧？ l Olio d'oliva extra vergine，extra vergine 是什么意思呢？表示的就是初榨的。OK，vergine、okay?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处女的意思。那么 extra vergine 这个橄榄油品质最好的橄榄油，extra vergine 是初榨的橄榄油。OK，olio、okay? d'oliva extra vergine，这也是意大利的一个特产，大弄贝儿带的，大家不能错过的。OK。 奶奶，right. 那么下面我们还可以用两个形容词的叠加。刚才我们说两个形容词 s i c h b e d 是相同的一个形容词，给它重复一次，对吧 b i c o l o b i c o l o 那么在这儿呢，两个形容词的叠加是用两个不一样的形容词，比如说 stanco m o r d o stanco 累 m o r d o 死了，连起来，哎呦累死了，就变成了一个绝对最高级了。rico s f o n d a d o rico 有钱富有 s f o n d a d o 我们从这个词的词根去。 分析一下的话，对不对？凤斗我们经常说凤斗有一个底儿的意思，对不对？风大都没底儿了，rico 风大头，对吧？就特别特别的有钱。OK，那么下面 inamorado In c o d o i n a m o r a d o 我们说恋爱了 c o d o 是什么意思 c o d o 这个词本来呢，我们说熟了，对吧？我们说肉是熟的，la g a r n e c o d a 对吧？肉是熟的，熟肉。那么在这里 inamorado In c o d o 说这个恋爱是什么样的？中国人说热恋，你要把东西做熟。 是不是有温度嘛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语言其实有很多的地方其实是相通的。那么 i n a m o r a t o c o d o 就是热恋的意思。OK，那么我们再来看 il comparativo e il superlativo irregolari。那么在这里我们还要强调一下，比较级和最高级有一些不规则的形式。那么其实只有简单的几个词，我们给大家列举一下。比如大家看到 ground，ground，、e, 那么它的 比较级，我们可以说 più grande，或者我们可以用 maggiore 这个词来表达。同样的，b i c c o l o 我们可以说 più b i c c o l o 或者说 minore。那么最高级 il più grande，我们可以用 il maggiore；il più piccolo，我们可以说 il minore。我们再来看 bono 和 g a d i v o 这一组。那么 bono 的比较级，我们可以说 più bono，或者我们说 migliore。那么 g a d i v o 比较级，我们说 il più g a t t i v o 或者我们说 peggiore。那么最高级呢？il più buono，或者我们说 il migliore，il b i ù g a t i v o 或者呢用 il peggiore 来表达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下面，说 noi a b i d i a m o al piano più basso。我们住在什么地方？我们住在更低的那一层，就是楼下。 是不是、啊？那么我们可以说 noi abbiamo i ab al piano inferiore，所以 inferiore 和 più basso，那么都是 basso 的比较级。同样的，下面的这个 devo salire al piano più alto，我要上到更高的那一层去。那么我们还可以说 devo salire al piano superiore，OK，più、okay? alto superiore，同样的都是 alto 的。 比较级的形式，一个是规则的形式，另外一个是不规则的形式。那么不规则的形式，实际上大家就是刚才那几个词，大家把它记住就好了。OK，ecco,、okay? tutto b e r a o g g i Grazie per la d e n z i o n e Ci vediamo alla prossima lezione. Arrivederci.